请你轻轻地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这周遭的一切。房间温暖的光线，这轻柔的音乐声，还有此刻你所躺着的这张柔软的床，一切的一切都让你感觉到放松和舒服。把你的注意力完完全全地集中在我的声音上，跟随着我去感受你内心的平静与安宁。请你发挥你最大的想象，去想象你全身的肌肉开始放松了，用你舒服的方式去呼吸，去感受每一次的吸气都让你吸入最滋养最纯净的氧气，而每一次的呼气都帮你把身体里的浑浊和毒素排出体外。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你全身的肌肉都在放松了。每一次的呼吸都让你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放松。你的头顶已经放松了，你的头皮、你的每一根头发都在放松了。放松你脸上的肌肉，你的额头，你的眉毛，你的眼睛都在放松了。还有你的脸颊、你的鼻子、你的嘴，
以及你的嘴附近的肌肉，你的下巴都在完完全全的放松了，去感受这种舒服的感觉。去感受我所说的放松。让这放松的感觉来到你的脖子，脖子前面的和后面的肌肉都在放松了，让这放松的感觉延伸到你的肩膀，你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纤维都在放松了。你的两个手臂，上臂、手肘、下臂都在完完全全的放松了。你的手腕、你的手心、手背，每一个手指都在放松着。非常的舒服，每一根纤维，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每一块骨骼都在放松了。去感觉自己深沉而平稳的呼吸，空气中最滋养的氧气经由你的鼻端进入到你的肺部，再经由你的血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把最新鲜的活力、最滋养的养分送到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去感觉这一切，
你的肺部干净而健康，你的心脏那样平稳有力地跳动着，你的胃部，你的肝脏、胆囊、胰腺、脾脏，你的肠道，所有的你的内脏器官都在完完全全的放松了，去感受他们的健康和安宁。你胸部的肌肉腹部的肌肉腰部的肌肉以及背部的肌肉也在完完全全的放松了，却感觉这一切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纤维每一寸皮肤每一个细胞都在放松了，去感受这一刻你内心的平静，非常非常的舒适，让这放松的感觉延伸到你的腿部，你的大腿，你的膝盖，你的小腿，你的脚踝、脚背、脚掌，以及每一个脚趾都在放松了。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放松，你已经进入到了更深更放松的催眠状态之中，让这种放松的感觉来到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完完全全的放松了。
下，我要请你发挥你最大的想象力，在你的脑海当中去看到这样一幅美丽的画面。那是一片翠绿的山林，非常幽静，清晨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当中倾泻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你就走在林间的小路上，脚下踩着厚厚的落叶，松软而舒适。路的两边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有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粉色的，它们有的开得星星点点，有的开得大朵大朵。当你看到它们，你整个人都完完全全地放松了。有快乐的小鸟扑闪着翅膀，在林间飞来飞去。你听到它们婉转的鸣叫声，内心充满了愉悦。就在这片美丽的山林之间悠闲地漫步，去感受这一刻你内心的平静和淡淡的喜悦。你是安全的，我就在这儿轻轻地保护着你。慢慢地往前走去，在你前面不远的地方有薄薄的水雾升起，在阳光的照耀下好像仙境一样美丽。你听到潺潺的流水声，微风中带来温暖湿润的气息。划过你的脸颊，非常的舒服。往前走着，越走你就越轻松。
越走，你就越放松。原来，在你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片美丽的温泉。透过飘渺的水雾，你看见那泉水清澈见底，像一块淡蓝色的水晶。温泉的边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红色的枫叶，把整个温泉围了一圈，像一个美丽的天然大浴池。你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温泉，那淡蓝的颜色说明了其中充满了丰富的矿物质和神奇的疗愈的能量，它能够全方位的疗愈你的身体，并且赋予你强大的免疫力，让你达到最佳的健康状态。你想要走进这个神奇的温泉中，去感受它疗愈的能量。等一下，我会从20数到1。当我数到1的时候，你就会来到这美丽的温泉当中，进入到更舒服、更放松的催眠状态。1，继续往前走，越走你就越轻松，越走你就越放松。完完全全的放松了。3，非常非常的舒服。4，更深，更放松。5，那美丽的温泉淡蓝的颜色，就好像一块柔软的水晶。6，7，慢慢的走向它。整个人都在放松了。8，很放松，很安全，
适的放松了。九，我就在这儿轻轻地保护着你。十，十一，更深。十二，更放松。十三，完完全全的放松了。十四，去感受这一刻你内心的平静和淡淡的喜悦。十五，十六，十七，那美丽的温泉就在你的面前，那水的温度正是你所喜欢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十八，慢慢的走进这温泉之中，泉水的深浅刚刚好，一切都是你所喜欢的样子。十九，去感受那充满着疗愈能量的泉水轻轻地包围着你，你的每一块肌肉，每一寸皮肤，每一个细胞都在得到深深的滋养。二十，现在你已经进入了深深的催眠状态之中，去感觉这疗愈真实的发生，去感受此刻的舒适、平静和放松。这神奇的温泉水轻轻地包围着你，你看到淡蓝色的能量围绕着你的身体不断流动，把最纯净
最滋养的优质的水分子注入到你的体内，让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得到疗愈和修复。那些淡蓝色的光芒经由你的皮肤渗入你的体内，激活你体内强大的免疫力网络，输送给他们源源不断的能量。你看到那些蓝色的光线在你的体内不断交织，编织成一张精致的网，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的包裹起来。你知道那是你体内新生的最强大的免疫力系统，它会每时每刻严密地保护着你，排除掉身体内外的所有毒素和危害，帮助你的细胞自我修复和不断的更新。在任何情况下，你的身体都可以快速的自我修复，达到最好最健康的平衡状态。你的身体完全的浸泡在这充满疗愈能量的温泉水中，让体内所有的血液都得到充分的净化。饱含养分，那样鲜红而健康。你的身体也得到了深深的滋养，你的皮肤变得细腻、白皙，充满弹性和健康的光泽。你的肌肉变得饱满有力，你身体的曲线变得健康而完美，你的骨骼结实而强壮，你的内脏系统正在变得更加年轻。去感受这一切，你的心脏那样健康有力地跳动着，你的肺部变成了健康的粉红色，充满活力。你的肝脏充满了健康的血液，那样的红润和光泽饱满。
你的新陈代谢速度显著的提升，你能感受血液在血管里轻快舒畅地流动着，饱含养分，滋养着你身体里每一个脏器。你体内的每一个免疫细胞都那样的健康和活跃，充满了新生的力量，完完全全地保护着你，修复着你。你好像又回到了你曾经最青春美好的日子，眼睛明亮，皮肤光洁，体态轻盈，活力充沛，整个身体的状态都越发的年轻，精力饱满。去感觉这一切，感受你内心的喜悦，充满力量和健康。去感受此刻的放松与疗愈，我就在这儿轻轻地保护着你。完完全全地放松了，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放松。你就快要睡着了，那样的舒服，那样的安心，你已经睡着了。睡吧，在这充满疗愈能量的温泉水中，安心的放松的睡着。你非常的安全，你会在这里甜美的熟睡八个小时。这期间我会一直在这里轻轻的保护着你，在你的内心记住这个地方，这充满疗愈能量的美丽温泉，以及你所感受到的全身的免疫力神奇的提升。从今以后，每当你在床上躺下来准备睡觉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这种舒服的感觉。你会美美的睡上一觉，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当你拥有了充足的睡眠
而自然清醒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头脑清晰，思路清楚，心情愉悦，浑身充满了活力。带着这种轻松舒服的感觉，美美的睡上一觉吧。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头脑清晰，思路清楚，浑身充满了活力。